刚出锅的牛骨髓。哎呀，太香了。牛骨髓，双釉畅清饮。
吃个牛骨髓。哎呀，老热了这把，哎呦我的妈！姐，你给我整半洋葱来，快！哎呀哎呀，尖椒也行。这稀碎呀，这里没有。我看能不能整个完美脱壳啊？能，就是有点恶心。有点液呀。对不起啊。哎呦我的妈，太热，老液了。这玩意儿挺好吃，就是有点太液了这把啊。对不起啊，这个视频录稀碎。哎呀，看，太热了。牛骨髓。这个里面还挺多的呢。哎呦！我操，想逼婚了。
这回全都是这个牛骨髓中段啊！上次我浇个汁儿，都说不让浇汁儿直接吃，这回咱不浇汁儿了，也挺好吃。这个煮飞了。这个肯定过瘾。快手小店有新订单了。哎呀，专吃这中段，这样的可得劲儿，超级过瘾，我睡了。一会儿再看看，看，牛骨髓。
牛骨髓，哎呀，我烫死了！你们先吃。嗯，刚出锅，不费劲的。多么真实，多么真实。太烫了，烫死我了。老大一根了，这都。呀，一会儿再剪。哇塞！你尝尝，满管的，让你们看看真正的牛骨髓。瞅见没有？下次让它切短点，上头了。麻辣牛骨髓，上次吃个骨髓热门了，好家伙，底下评论区里边这论，哎呀，什么假鸡蛋糕做的，什么骨头还能再用，我就是拍个段子，我喜欢吃，我不卖它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假的，是不是？大家可以看啊，这东西你说有必要买假的吗？看一下，我也不知道这真的什么样啊，反正你说是假的就假的吧，你们说了算。这油一淌一桶就都是这么多油，看看它怎么可能是假的呀。就是吃这个我不专业，这样烫着了，我去，
吃这个东西就喝油的感觉，跟喝油没什么区别，区别。油果冻，